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80年代的一个录音机，咱国产的一个星神，一会儿没瞅一眼啊，它的一个效果，刚拿回来，不知道怎么样呢，期待一下吧，铁子们。这造型啊，满满的怀旧感。打包呢，开机。哦，在这儿呢。开机。那个角色哈，就是在家庭当中一部分。对。至少是在爸爸在外面上学的时候这一部分，我是充当家庭男性的角色哈。谁敢说我妈跟个蛋蛋？对呀，你这真弄成这样了，跟这充当跟泰迪似的。给我铁子，像不像90年代的 disco 那种感觉？这小姐说她力量，看看咱们家。他无用。收音机还行，收音机还行，估计磁带是不行了，磁带估计得换皮带，没拆过。有人想盘吗？啊，有人想盘吗？就这种效果啊，目前就这种状态，358米啊，358米，买回去以后当摆设使吧，铁子们。